何为质子？东西南北，和800诸侯各献其子，入贡大赦，是为质子。诸侯敢有谋反者，先杀其质子，然后诛灭之。 在你们父亲面前，看清楚这些谋逆者的相貌。殿下们，进犯呀！殷商王家视为己方，凭什么说大王是恶人？世子当得太久了，朕把殷寿当亲爹，只凭几根草棍去断言别人的善恶，居心何在？ 有其父，必有其子，很没有资格做我们的兄弟。你们真正大了，你们是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铁血男儿。他们曾经是你的父亲，如今他们是背叛殷商的罪人。 勇敢的儿子，孩子，你是谁的儿子？我们准备。